OK 啊，各位，欢迎来到神游马克。那看到我们穿背心，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干正事。我们的避雷针，我们等一下镜头会由我们避雷针来拿。那我们现在人在莺歌。那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台湾玉皇山观音寺上面有蛮多的神尊，都是经有神明交代到很多其他宫庙的地方来去。莺歌这边原本有一间保安宫，经由我们的信众杨先生介绍。因为他们等于就是神尊，有部分神尊要迁移到我们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那我们不在宫在几个月前的内坛也有降文来说，要在我们山上来设宴恭迎众圣驾来继续发挥。我们现在人在我们的保安宫前面，先进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神尊。地主阮是台湾龙山观音寺管理委员会，今日由主任委员率同咱众委员会诚心前来咱莺歌保安宫邀请，地主千岁、济公禅师、中坛万岁、观世音菩萨、天都万岁、王母娘娘、九天仙女娘娘、玄天上帝、虎爷将军以及五爷将军列位金尊圣驾，前往台湾龙山观音寺协助观世音菩萨共同完成祭祀大业，再做恢弘祭祀大业。所有人员请奉香。他有人一直在看我，美女怎么了？可以跟你换个 line 吗？变成街坊。在新加坡来那个在新加坡降价，小姐，恭迎咱莺歌保安宫列位尊神莅临
台湾龙山观音寺天官母祭庙协助观世音菩萨完成这世大业，再做恢弘这世大业。所有人员请奉香，一奉香，心香虔拜，一拜，再拜，三拜，礼行。好，各位，那我们今天哈恭迎我们保安宫哈的众仙佛，这个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这边感谢我们的杨师兄哈，这就是引荐一间庙宇，它在不同时期它会有不同的任务跟阶段，很荣幸哈可以恭请到我们保安宫好的众神佛，再给大家看一下，错，这次总共恭请上山的神尊总共有九尊，起初有很多的神明跟神尊都是梦境或者是降下来指示要我们去哪间宫庙来找。之前我们也有一大批神尊是来自我们基隆，所以这大家也都已经驾轻就熟了。我觉得蛮惊喜的是刚刚在我们保安宫的时候，我们布宅宫杠杠跟我们的萧府王爷来接手兵马跟武营迎接众神明以及处理天宫炉的这样的一个科仪，只是明确的内容我是不知道，就是因为布宅宫他来他不开口，所以细节也不知道，可是我们看画面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那明天就是我们的送神之日，代表说我们这一年也快要结束了。在送神之前有这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算是为今年画上一个完美的一个句号，有一个完美的结尾，我们也要有一个完美的开头。所以呢，欢迎大家好，大年初五的时候来到我们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好来压宅行压宫。好，然后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好，我们有一个万愿万手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活动流程。那因为我们去年度我们最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善寻千里，我们那顶杯轿，那我们也会这一次活动也会呈现这一顶杯轿，那位置是在五殿嘛，对不对？我们会将我们的杯轿用船的方式到观音殿来登殿。如果你有背过这顶轿的，或是你没有背过这顶轿的，也都很欢迎大家来，就是来跟这顶轿接触，沾沾喜气，未善启程，万愿众成。好 ，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到此结束，我要去吃饭了 ，Love you guys， 各位。番外篇，我们恭请完保安宫的神尊，我们现在在三峡，我们到三峡这边，我们来看这间土地公庙。为什么会看这间土地公庙？就是因为，神明有交代，我们要来就是新建一个庙体的部分。那他有特别交代说，这个庙体它是要可以做移动的。那等于是我们会先把这个庙体安置在我们水池的那一层，那之后不管是要吊到最上面还是吊到哪里，或者是说我们的综合大楼盖完之后可以把这个庙体直接移到综合大楼上面也有可能，那只是因为有先交代说要先找到这样的一个庙体然后开始来新建。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三峡这边来看一下我们传说工艺盖起来的这一个庙。没错，我觉得挺酷的，而且挺漂亮。听说它是整个都是用灌模的建模的方式，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水泥盖成的。对，那我们有在询问跟看的款式就跟这一间土地公庙一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大概八到五至八坪啊，
是八坪左右。8.5坪。给大家看一下，也还好，3坪多。对，可是它上次宽度一样了，宽度一样，它没那么深，没那么深啊。给大家看一下雕花，你这都建模的，这个很强哎、欸！天哪！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在看，啊，茶几嘞啦，茶几回来了。那这个比较一代的，先做的哈，这、哦、神明哈、哦，我们要等我们大年初九的时候才来确认。不知道是有鸿歹的会来降价，还是说他会透由屋宅公吼来以软文的方式来写，我们现在目前也都还不确定。那目前已经知道的吼，就是要把这个庙宇的部分先用起来，不同时期，然后看是要去做怎么样的运用，一步一步啦。目前吼，我们慈善大的部分也只是把土地的部分吼清理干净而已，我们也有联系建筑师，那这个工程会需要比较久，那就有交代说这个庙体的部分。哦，就是要做这种可以去移动、可以去吊的。那之后看是要直接吊到大楼上面，还是说吊在哪里？哦，都可以做移动。哦，可以做，就看神明怎么交代啊，我们怎么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庙宇新建规划的一个进度了。哦，在这支片的片尾再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大年初五，如果你上来。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宅心阿公结缘，好，我们也会就是可以开放庙地，好，这一块来去做捐献。那希望大年初五，好，可以跟你见面。OK， 好，真的结束了，拜拜。